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一颗直流，今天来吃这个那个封面点的炸鸡，还有爸做的炒河粉。这个是脆骨，好香。买了可乐，很香，脆骨不脆，我爸还给我放了虾。好吃，好吃炸鸡，你们看，这是奶香芝士的，想把这个步骤都推下去。我洗过手了，还喜欢这个芝士酱，还有空气芥末的。放进嘴，它自动就被脱骨了，有没有很神奇？他搞了一个酱，是很浪费的。奶香芝士真的超好吃，它嘎嘟嘟的，这个酱就是那种放奶油的味道，但是一点都不腻，也不好。太可乐。我发现我已经阵亡了，这两天在外面找了一份工作，就是打暑假工的，很累，但是我感觉自己动手赚钱的感觉真的非常棒。然后就是可以用自己挣的钱，找到这个钱还可以买自己想要的东西，也可以给父母买东西，就感觉很高兴。就是我们有了自主选择权。非常好吃，我爸是加了香菇，然后还有虾仁、鸡蛋，还有生菜。你们可以加那种长长的菇，就是白色的、长长的，然后炒进去，特别好吃，就是很增加口感。一口，这两个把它吃了，很好吃，可以。可乐。完蛋，有点爆了，这个酱留着，太喜欢黑酱的酱，蜂蜜芥末酱，那个奶油芝士酱，还有这个就是甜辣酱，感觉放盘了，不愧是我爸，这东西就是好吃。其实相较于蛋，我更喜欢吃面，
吃饭的话，我得看菜一下吧。如果菜很好吃，我就会吃很多饭；菜不好吃，我就不会动那个饭了。关于这种的话，什么时候我都会吃。无糖可乐，欺骗一下自己。炸鸡吃了这么多了，那喜欢哪个？你健康的留给我妹吃，她爱吃。晚上还要去上班。那我现在真的感觉还是蛮有动力的，虽然干的是那种比较底层一点的乡校语吧，然后但是我感觉不去体验一下这些真心，哪怕我以后站到很高的位置，我也就是很难有这种机会去体验，所以我觉得现阶段我就是应该从下面开始做起。最后一块了，剩余的留给我妹。喝口可乐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，拜拜。